然后用无菌毛巾由手向前臂、肘部顺序擦干，先擦干一侧，翻转手巾再擦另一侧。擦过肘部的手巾不能再接触手和前臂。最后，将双手浸泡于70%至75%酒精内5分钟，浸至肘上6厘米。简易洗手法，采用洁肤柔抗菌洗手液和消毒凝胶外科洗手法的步骤，与传统的肥皂洗手方法、刷手方法基本相同，但只用洁肤柔抗菌洗手液刷手一遍，刷手3分钟，用无菌毛巾擦干手臂后，用5到10毫升消毒凝胶均匀涂于每只手和前臂一遍，双手搓擦至干。
传统的外科消毒液为 2.9%， 75%乙醇。皮肤消毒时，先用2%点丁消毒皮肤一遍，再用75%酒精拖点两遍。但婴儿、口腔、面部、肛门及外生殖器等部位不能用点丁消毒，而采用朗索或碘伏消毒。目前常用的皮肤消毒液是含有效碘为0.45%至0.55%的朗索皮肤消毒液，含有效碘为0.3%至0.5%的聚乙烯比洛酮碘伏，它们用于皮肤消毒时消毒两遍即可。用于口腔、黏膜、阴道及会阴部的消毒液是含有效碘为0.05%至0.1%的碘消毒液，如朗索黏膜消毒液、聚乙烯比洛烷酮 PVP 碘消毒液及安多福，消毒两遍即可。消毒范围由手术切口的位置、长度或术中切口可能延长的变化而定。传统的外科皮肤消毒方法，消毒范围至少应距切口边缘15厘米以上。腹部消毒时，应先滴少许上述消毒液于脐孔内。皮肤消毒完后，再将脐孔内消毒液拭干。消毒时应由术野中央向四周涂擦。如为感染伤口或肛门等处手术，则应自外周涂向感染伤口或肛门会阴处。已接触污染部位的消毒用纱布球，不要再返回清
消毒后铺巾，小手术盖一块孔巾即可。较大的手术切口至少要铺4至6层无菌布单。先用4块无菌巾，每块巾一边双折1/3，然后按顺序铺盖切口四周。顺序如下：先铺对面一侧或相对不洁一侧，如下腹部、会阴部，最后铺靠近操作者一侧。然后根据情况再铺中单或大单。大单的头端应盖过麻醉架，足端和两侧应下垂过手术缘不少于30厘米。铺巾后，在传统的外科消毒方法中，术者应再次用75%酒精泡手1分钟。目前的外科消毒方法需要术者再次使用洁肤柔消毒凝胶擦手后，方可穿无菌手术衣，戴无菌手套。打开手套袋，用一手自手套夹内捏住手套套口翻折布，将手套取出，然后先后将两只手插入手套内，注意勿触及手套外面，已戴手套的手不可触及皮肤，将手套翻折布翻回盖住手术衣袖口。戴好手套后，将无菌手术衣前面打结系带解开，将右侧系带末端拿在自己手中，左侧系带递于另外一位已经戴无菌手套的器械护士手中，转体一周，接过左侧系带，于右腰前打一活结，最后用无菌盐水冲净手套外面的多余滑石粉。穿无菌手术衣和戴无菌手套后，肩部以上、腰部以下及背部及腋中线以后是有菌区，不要接触。